想。哦，近日网友四友在 IG 分享怎么约异性去看电影，殊不知邀约对象竟是歌手李千娜，李千娜更大方，与他在街头完成接唱，影片一发上网马上引起热议。回回心回回，那就尊红对兵将。哦，要不要一起看电影？走，那好像真的是林宥嘉耶。林宥嘉，林宥嘉，哎，你新歌练很壮耶，你不是有搬石头什么？还是不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哎什么新歌什么我不是神什么平凡哦，赞赞赞，拜拜，谢谢老师，赞赞赞，好，确定会起吼，拜拜。是啊，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像个人气高却雨不下的天空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，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。听新歌啦，我有发新歌耶，好像真的是林宥嘉耶，林宥嘉，林宥嘉，哎，你新歌练很壮哎，你不是有搬石头什么？还是不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哎什么新歌什么？我不是神什么平凡哦，赞赞赞，拜拜，谢谢老师，赞赞赞，好，确定会起吼，拜拜。林宥嘉，这里。如果呢，雪消花店。林宥嘉还是不懂为什么一直到世界尽头还有我，我不是神。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。林宥嘉，路过了雪消花店，荒野到海边。阿姨，阿姨，林宥嘉，这里。路过了雪消花店。林宥嘉还是不懂为什么啦啦啦，你新歌很好听耶，谢谢谢谢。一直到世界尽头还有我，我不是神，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。可以跟你要签名吗？好啊，好，你要签什么？那不然签，等好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谢谢，不会不会，拜拜拜拜拜拜。